这是我哟，全部哟，全部就重来了哟。制作单位好狠哟，金腰许我，好不好？金腰许哦，来预备了吼，放好了，来一二三。哎呦！哎呀！金给你，金小牛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有甩哦！你有没有？你不尊重队长，你不甩哦！你唯一队长的能力有，我怎么没有看到？哦，游戏开始惩罚有。哦，不好意思哦，黄奕志哦。记得不是你哦，你也第一次哎哦。说真的，你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大的，你人中宝贝，谢谢你哦。金姐想流眼泪了哟，换我换我了哟。来下一位，送心你的一杯 music。你凭什么？哦哦哦！快点啊！哦。啊，换我，换我了哟！来哟，来哟，换我！哎，不，帮我拿下麦克风，好吗？来哟！来哟，来哟！这一段录完，下一段都没办法录了哟。但是你年纪这么大，弹完之后皮肤变比较紧致，红润。这样就不要去打麦冲冲了哟。已经玩完了，已经玩完了。团长，团长，快来，换我来甩。你的脸好红哟。对对对，没有，我们不玩游戏了，谢谢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我们就玩一下游戏你哦，你就体力受不了了哦。这样好了，你干脆退团，你去别的地方。不行哟，我体力很好的哟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如果要世界巡回，你有那个体力？有的哟。Intelligent， 真的。要地板动作，地板动作，跳会送，马上跳。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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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好，访问一下，这样子好了，你哦，我们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跟体能有关的，就是说九十九年度体能，在台湾，他几岁以上的民众，他可以接受免费两年一次的口腔黏膜检查呢？这个很简单啊，这个我就可以，我就可以告诉你，不要以为我跳得很惨，我就不知道答案了。我跟你讲，从九十九年度开始啊，只要是超过20岁以上的民众，他都可以接受免费的两年一次口腔黏膜的检查。不懂再一次，有点喘，你平稳一下再讲一次呢哦。讲清楚了哦，听不懂了哦。从九十九年度开始呢，只要是年满20岁以上的民众，每一年啊，每两年都可以接受一次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。哎，行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动机恋歌的男主角，叫做裴永俊。以前大家都叫我肥永俊，最近瘦了一点点。瘦永俊，可是每一次来我都很失望，因为呢制作单位找来演我崔智友的，我来念给你们听。贺一航、马国碧，差一点连白云都要演了。今天呢我没有很期待，不晓得制作单位又找了哪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演我的崔智友呢？智友，智友，这美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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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新年快乐！真是好人有好报，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。哇，好！今天呢，看到我的挚友，就送一首歌给你听。梅老师，好好。哎，你要往前，这首歌要唱给你。这样我会害羞哎。心若倦了，必须不醉。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。曾经拥有，这是梦吧？天荒地老，不要发抖嘛。已不见你，叮嘱客房，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，好浪漫哦，永远难。原来神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，我不知道。刚刚牵你的手的时候呢，发现你的手好冰哦。啊，对，因为没有你的温暖，我就会觉得有点冷。温暖，有呀！快，赶快，赶快！天气晴朗，有呀！欢迎你呢。还冷吗？不冷了，有样。谢谢你，为了报答你，我想要给你一个惊喜。给我一个惊喜，好棒哦！啊，嗯，所以你先把眼睛闭起来，闭起来，有样，快点，快点，眼睛闭起来，戴眼镜没关系吧？哦。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下哦。我就已经有扮演过你，崔智友，嗨，查不你哦，查了你哦，查了你哦，你这还吵一大爷我，我不要，我等一下，我不要，我是那个前男孩团体啊，那个红孩儿的主唱张克帆，会有这么黑吗？还穿球鞋，来了。这个吻还蛮热情的，但是留在脸上的吻迟早还是会擦掉的啊！哎，好像我写一个歌词。哇，那这样子，我一定要让你更温暖一点。我的妈呀！哇，好浪漫哦，受不了，不要那么高啊，累死我了。啊，这样子有没有更暖和一点？有。你把围巾给我，我也会，也应该要送你一个围巾吧？要送回，送围巾。好啊，他也会怕冷吗？好啊，好啊，你也会冷，对不对？我也会冷。虽然你很胖，但是你也会冷。对对，那你把眼睛闭起来，闭起来，有样。第二个有样，赶快闭起来哦。哇，温热小围巾，哇塞，这是我见